对啊对啊，类似这样的。一个 LED 灯条九点二都可以，帮你补好了。然后可能也没有啦，可是它双曝黄橘接近双色这种的灯条啊，所以你可以调可能2000到4000K 都可以转一转。所以你们的灯珠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是灯珠，是 COB 哦。哦，就 COB 啊。所以可以自己排。可以自己排。然后不会有很多的。Okay. 我要排一条白一条黄，就一条白一条黄。哇，很棒，这是一个想象，不要只有想亮度，如果颜色也可以自己来的时候，对啊，你会想要弄怎样的灯？因为你专门玩灯嘛。对啊，对啊。想一想，还会什么场景你很想把它拿起来用的？我很喜欢这样的建议。都可以想，都可以生出来。趋势对，因为现在其实。而且是，可能你们就是要做出别人用不出来的，光值要很高，色饱和要高，不要像一般的那个绿色会缺角，那个就是会缺红的不够红，蓝或蓝的不够蓝那种，没有，可以做到全部都超。通常都是就是蓝色过高，太蓝。有啊，那个是哪一间？那一个中国那个是谁？那个 iFootage 啊，他们不是有做那个，你们有看吗？ iFootage 没关系，你讲他的是。反正他就是把那个蓝色光谱凸出来解决掉了。我们也解决掉了。好，你们也解决掉了。那个Sunray就解决掉了。但是他们推广的比较成功吗？他怎么做的？啊、我是说推广比较成功是用什么样的 slogan 吗？还是？普通就长这个鸟样，推广比较成功是对，普通是长这样，一般是这样，然后我们也是消掉了、啊，那你们的人把它补回来了，消掉了，哦，把它补回来了，那但是你消掉的同时，这边不能跑啊，你要把别的补回来，嗯，你消太多，他只有秀这个图，还是他连这个也敢秀？他有秀这样子的资料吗？他有秀，还是他只秀 SSI， 然后还蛮高的，可能九是九十几这样。SSI 是，因为要看光跟看被照的东西。你光本身好看，跟被照的东西，被照的东西才是实际真正的光谱全不全这件事。嗯，如果只是看光，那个，所以为什么他拿 SSI 不敢拿这个真正大家在比的那个 CRI 啊？有啊，他也有拿出这些啊。所以他应该以那个这个才是大家在拼。等一下 ，SSI 是不是我们他们在讲另外一个新的？对啊，他那个是比较，我忘记了，反正他是一个，因为他这个只是像是 CRI 跟 TLCI 是他只有一个表，然后他只有一个没有，他就是可能就是那些，他只有那些颜色显示出来而已，但是你延伸再更多颜色的话，那 SSI 会比较准，对啊，切分。对啊，对啊，切更细的时候，因为对，切更细。他们坐下来就，我把蓝色消了，那这边也没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它还蛮完整，我可以查一下。看这里面光谱有没有那个值可以直接修。